前，我要回老家。你老家在哪里？我的老家在森林里，你呢？在吉隆坡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坐飞机回老家了。那你以前怎么回老家呢？我开车回，开车比较累。阿张，小安南东，你的老家有多远？大概400公里。你呢？坐巴士到森林里有多久？大概3小时。Zara，你的老家在哪里？我的老家在邓家路。能有什么旅游景点？邓家路有热闹道、广告阿邦等等。哇，我们有旅行去哪里？有个可以在雷当多和兰道阿邦做什么？游客可以在热闹道看鱼和看珊瑚，可以在兰道阿邦看海龟。很有意思，在我的老家有庄园艺术坊。可以在庄园艺术坊买东西什么？买纪念品盒。那也很洋气。是的。你好姐，你好皮姐，很高兴在晚上看到你们。我想祝你们开斋节快乐。谢谢你一样。皮姐 Zara， 我买了一双新鞋子。哇，你的新鞋子是黑色的？你买的新鞋子多少钱？80块，很便宜吧？的，是的，很便宜。你在哪里买的？我在衣服商店买的，有单人家。哦，比较，你的衣服看起来像是名牌，和喷漆很好的。是的，你看起来很漂亮。谢你。是的，我的衣服很贵。你们开斋节拿到多少红包钱？今年的开斋节我拿到很多钱。我很高兴。我很难过，因为我拿到很少钱。没关系，别担心和难过。明天你会拿到很多红包钱。的。来了，吃饭吃饭。好的。对不起，我要去吃饭。再见。的，再见。好的。再见。